依佛力住持，进入大乘正定觉，这得佛力加持啊！啊，只要你肯发心，就刚才讲的发菩提心啊，用真心、真诚心待人。啊，身心是什么？古大德解释：好善好德，这就是身心。身心自受用啊！啊，念佛是最好的身心。我心里头没有别的念头，只有阿弥陀佛。只是想极乐世界，不想别的地方。那天天想，哎，总有一天想到了。天天想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现前了，这功德圆满。啊，那么正定具真呢，就是二毗八支不退位也啊，所以愿第二十愿我们念过 啊，第二十愿就是讲到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无论什么品位，从上品上生到下品下生，通通都得阿惟越智菩萨圆满正德三种不退啊，未不退阿罗汉就证道了，行不退菩萨正德，念不退化身菩萨证得的，这叫圆满证得三不退啊！啊，在这个世界，不要说行、说念、位都保不住，我们这一生。到这个世间来的人生呢、啊、来生还能得人生吗？世尊给我们做比喻啊，这一生是人生，失掉人生之后，来生再得人生的机会，像盲鬼浮木，须弥穿针啊，你说多难啊。须弥山上吊一根线，山下放一根绣花针，这个线一掉下去就正好穿到绣花针里去，这个机会太渺茫了啊！你问任何一个人都摇头，都不可能，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啊，得人生多难，得人生要修十善业道啊！啊，用真心处世待人接物，能得人生啊！用妄心，咱们中国古人讲的，人抛弃了无常。来生得不到人生啊，别的道去了，人天没分了、啊、人天没分，下面四道阿修罗、魔鬼、地狱、畜生就到这边去了，
你说多可怕？这些都是事实真相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你能相信，那是你有福报，你有智慧。你没有智慧，没有福报，你不相信。啊，没有高度的警觉心，虽然知道，还是免不了犯过失。啊，没有认真去念佛，没有认真求善净土，往生净土是个问号啊！下面这个《国护》里头说，有善导大师以愿言及唐仪的经文为此愿，此愿就是第二十九愿，一句现身不退之谜，这一愿是给我们讲不退也，住真定去。住心里面，只住阿弥陀佛就是真定去，真定当中的真定，不偏不斜。啊，真定句是什么意思？等于是法身菩萨念念归向娑婆若海，念念向着无上菩提，他怎么会不成就？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，要明了的。啊，所以善导大师说得好，啊，这个里头有现身现在不退，有这个谜在里头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不退，现在就不退，为什么？你决定得生。这个机缘多难得啊！文中若当生，则知求生之人已如真定句，是为不公之说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